哎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seph Joe AKSOX 游戏王子。那今天我们终于要来开游戏王了，那难得一次啊，也不算难得一次吧，应该说每一年它都固定会有的一个铁盒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这次就是还是开今年的一个铁盒，虽然说今年铁盒呢实际上已经开的有点晚了。正常来说的话，应该是铁盒的话，它的之前几个月它出的，然后而且现在从现在角度上来说的话，价值呢应该也没有那么高了。那关键呢是有一些卡呢我还没有，而且收单卡的话呢也没太大意思，所以说还是选择直接开箱。那我们来去看一下，因为周围比较吵啊，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开了，我也就不说什么废话了。砍杀。Give me that
而用的。然后最主要看这边吧，对吧？小世界一张，这个有两张，这个还看到一张，红黑一张。然后灰一家，限制一张啊，这个是纪念一张，雷劈两张我记得是，然后这边一张，然后这个是一张，这个是一张，这个也开到一张，这个有好多了，然后这个也是开到一张，它两张好像是啊，两张吗？两张啊，这个是两张，这个也是两张，这个是一张，剑指是一张，我记得好像，这个是一张，这个是两张，这个是有很多张，三张好像是，这个是一张，这个是应该有吧，两张，七，这个是三张有了，彩虹龙的这个，然后这个是一张，啊，那这只开了一张，还行吧，因为基本上要用的都开到了，所以说不算太差。OK， 那回头慢慢整理了。那我是 Joseph Joe AKA Sox 游戏王子，那我们下一期到时候开箱什么的，再见了，拜拜。剪三连，举手之间不会收你一分钱，拍摄创作困难无边，这是支持的贡献，拍十分钟却要剪辑两个小时，创作者的辛苦你们可否知道，叮叮当啷扛着设备出门去拍片，今天主题是什么，今天视频拍什么，创作的一天。